胖男生的秋冬穿搭要义是如何让别人说你魁梧而不是胖，千万别气馁，点个收藏，你的穿搭还能抢救。四个要点：一、硬起来，面料要选硬的，牛仔、有辣、帆布都不错，目的就是不让衣服贴在身上，让衣服起到修饰的作用，而不是展示。如果你属于胖偏壮的男生，可以参照马东锡来穿。二、剪起来，避免选择大 logo 以及多色条纹款，这些都会很像拉伸你的视觉比例。可以学习身高173、比例一般般的侃爷，用同色系加大地色系的穿搭方法，既高级又显高。而关于品牌，古树推荐 Body Dream， 来自中国健美冠军鹿神，整体风格偏极简，是国内新锐小众运动时尚品牌，尺码从 XS 到 4XL， 不仅穿得下，还要穿得帅，男女皆可。三、少起来，胖男生最舒服的状态不是多层次的疯狂叠穿，而是穿上外套就能出门逛街，脱下外套就能运动健身。可以选一件羽绒大衣，465克穿容量，南方一件搞定，再内搭长袖以及同色系卫裤，既能在颜色上做层次区分，又保暖舒适。四、动起来，我对不自律这件事情一直很自律，穿搭能够改变一时，而运动是一世，加油吧，彭于晏们。